好，大家好，好，今天的影片是有人问有关于手套的事情。手套是这样，我们爬山的时候可以保护我们的手吗？然后也有保暖的作用，这是当然的，应该就是这两个主要的功用。还有就是我们晚上在煮饭的时候，可能可以稍微就是防烫，对，这个也是可以做。虽然说这个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，譬如说我们的头巾，魔术头巾缠一缠去抓热的东西也可以。不过有手套是比较方便。首先呢，第一双是这一个，这个是我在爬焦山或是终极山的时候戴的。不过我手套通常就不是随时都戴着，是说有些地方有些路径可能真的比较少人走，它就会有一些很多的像类似黄藤啊、这杂木林啊这一些的，要保护我的手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。好，这个的话是它的材质是手背这边是聚酯纤维。好，聚酯纤维的好处就是它比较快干嘛，跟我们一般用的那种白色的棉的工作用手套比起来，它会比较快干。而且那一种工作用的手套，它遇到水之后，它就会变比较冰。对，这个就比较不会。好，这是相对棉的工作手套来说比较好的地方。然后另外是它在手掌这边，它有做就是比较耐磨，然后比较不容易被穿刺过去的这个处理。这个不是Shuren的，不过在台湾Shuren的很多人戴，那都有同样的功用，那这个没有问题。好，所以说那这个的话在高山就比较不会戴，因为我高山就是通常都是走一些一般的白月行程，就都很成熟了，就比较不会有那一些像焦山、终极山那一种障碍物。对，好，所以说这个主要就是焦山和终极山在用的。我发现啊，我刚刚这样子拍的时候，虽然说我背后离墙壁比较远，就比较能够有景深，因为我买的那个 ND 减光镜嘛，所以说我就可以把光圈开到最大，好，就能够制造出景深。不过呢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就离开了这个窗户，那我的脸就会变得很暗。对，是不是要来买灯啊？好，这个要再想想。好，那就今天这里面是因为有人问手套嘛。好，他有问到说会不会常常戴到手套？那就如刚刚所说，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太戴手套。对，为了保护手而戴手套的机会就已经很少了，因为我现在就比较懒，比较没比，就走的都是一些正常的行程。OK， 好，现在会戴手套，大致上都是为了保暖，就好像这一双。OK， 它这个是材质是 PS， 就是 Power Stretch。好，它有做成这个材质，它有做成我们的那一种强匪帽，就是头部保暖的衣服、裤子。对，都有做，它就是有弹性，然后保暖，
它也可以分厚度嘛，越厚的就越保暖。然后它最主要的特色是说，它湿了之后可以保持一定的保暖度。对，当然一定会打折扣，但是它不会说像羽绒那样子湿了之后就完全就没有保暖的功能。好，而且它可以做成底层衣。好，所以我知道有在溯溪的人，他们有一些的衣物都是用这个材质。好，我以前在冷的时候，不管是焦山、中级山，焦山可能还是比较少，因为高度不够。不过中级山在1000公尺以上，在秋冬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下雨，然后又有吹风的话，那就会很冷。对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会戴着手套备用。OK。不过后来呢，我是改戴这一个软壳材质的手套，因为它第一个它比 PS 比 Power Stretch 耐用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呢 ，Power Stretch 它是湿了之后有保暖的功能，但是它原则上那个材质本身是没有防泼水的功能。那软壳的话呢，它的特色就是防风又有防泼水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是有会预期那一种午后阵雨，我就会带软壳，因为它毕竟还是比较不容易湿。对，好，但是当然，如果是那一种已经知道一出发的那一天就是下大雨的那一种行程，有两个方法，一个就是带两双 ，OK， 再来就是，不然就是不要去了嘛。好，那防水的手套呢？也有 GOTEX 的手套，我知道有防水的手套，我知道。但是以我个人使用的经验来说，防水的手套真的在遇到下大雨，又要还有很长一段的时间要行走的时候，它手套本身防水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防水就防水嘛，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。但是就跟雨衣一样，雨衣也是防水，但是它淋久了还是会湿掉。对，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体热来不及排出去，不过呢，大部分都是从领口、从袖口这边流进去，手套也是一样。OK， 尤其是我们又是戴着手，如果是冷的话，我们要戴着走的话，它又更容易从这边流进去，一垂下来就流进去了。对，然后要攀爬的时候，就是很难做到材质防水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的行径、我们的动作会让它变得从这边流进去嘛。好，所以说呢，原则上，我是不太戴防水的手套，因为一旦防水的手套就跟防水的鞋子一样，一撕掉就很难干了。对，所以考虑到我知道会下大的雨，我又必须要一定要去的话，我也许就会戴两双手套。这个就是那一种我们一般的那一种手滑机的手套，那这个是比较不耐用，要耐用的话呢，也可以去药局买那种外科手术用的乳胶的手套，那个就比较耐用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当做我后来就用这个当做手套的内套，真的有必要用到内套的时候，如果说是下雨的时候，我就这样子戴。那因为它这个是防水的嘛，所以说我的手就不会湿掉，就不会冷。这个就是我现在上山的时候就是防水的对策。对，那这个外面会湿掉，那就没有办法。我那个时候去韩国冰攀，或者是去跟去四川的时候，我这边就是戴那种外科用的乳胶手套，因为我现在手边没有，都坏掉了。好，然后再戴这一个。好，这个就是保暖的又防水又便宜的手套，这个是日本的牌子，叫 Sowa SHOWA。 这个我刚刚比较耐用的耐磨的手套也是这个牌子的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日本他们那一种在冰库里面做事情的人，他们戴的手套就是防寒，然后又很保暖，对，戴上来一下子就觉得很热了。好，不过在台湾就用不到，因为会太热。对，
雪季的话也许会考虑带吧，要看去哪里，不过我觉得可能也带不到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大概用了两套，我刚才带这个带了一下，一下子就撕掉了。好 OK， 那一个它能够保暖的原因是因为它虽然撕掉了，我的手在里面都撕掉了，但是它不会让我们的衣物它不会让我们的手套撕掉。对，那衣物不会撕的话，那它就不会把我们的体热带走。好，这个是这一个的原理是这个样子。